招到我这儿来的呢？有哪个贪官能住在我这种鬼地方？我这是个老楼，连个电梯都没有。国土和矿产资源这一块一向是腐败的多发区。金州市的一位主管副市长和省厅的一位副厅长，就是倒在这个位置上。这位丁副市长看来是腐败掉头，最高检反贪总局有确凿的证据，证明丁副市长涉嫌受贿。同志，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搞错了。打铁还得自求，党和人民啊，能把这样的重任交给我，你说我能辜负党和人民啊？有权利的被腐败啊！跟你们说实话，我在的这个位置，嫉妒我的人呐很多，想看我出洋相的人，哎呀，很正常。那今天我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。